the sky, screaming at the world.欢迎阿姐姐。我迟到关你屌事啊？好的，好像搞得我好像准时开播你准时看一样，我准时下播你准时看到下播一样，卡都没办，白嫖还那么多要求。谢谢梁玉的烟花。谢谢阿佳佳的钻粉飞机，阿佳佳大气，阿佳佳祝老板身体健康万岁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开心每一天，财源源发，大家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。谢谢阿佳的飞机 ，Thank you， 大气。Screaming at the world, baby, why'd you go away?
今天比昨天好多了。今天应该真冷，这几天降温。冷不得叫你们校长给你们教室一人一人教开个空搞个空调什么的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现在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小学各位特种兵请准备，不都有那个我信了一张办卡。那你就只能多穿点衣服御寒了。等一下，我贴个膏药先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兄弟们，有零点鱼吃的话，可以送个大气啊，把福星人头凑一下。欢迎安兄。直接过上了老年人的生活，真香。老年的生活真香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欢迎雪糕。我记得去年他不是过完年他慢慢就回暖吗？怎么今年年都过完，都快过完大半个月了，半个月了还会回暖啊？谢谢 BAMHQ 的三张办卡。你们广东只有6度啊，还好我终于感觉我和广东相差没几度了。我们这里负，哦，我们这里0.1度，1-2度。其实如果只有天气冷的话还好，如果天气又冷，温度低，然后还下雨，那就更冷了。夏洛特烦恼，哎呀，小祖宗梦瑶，我就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。
短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东莞和惠州是一个地方，后来才知道惠州和东莞是两个地方。其实也差不多吧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东莞是惠州的。我又不是从小在广东长大的，我肯定不知道啊。我就是在湖南长大的，我对湖南有哪些城市，我也就只知道那几个。楼底我知道啊，广东吃的好多啊！我之前初中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过年还会回老家，回广东，然后广东的吃的都好好吃，便宜，主要不是很贵，然后还好吃。我那个时候一天三顿吃肠粉，一天四顿吃肠粉，加个宵夜。谢谢十七的办卡。我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广东了，我应该有五六年没有回过了。可是广东的菜吃起来比较养生啊。像我这种老头就应该吃这种养生一点的。我那会儿吃肠粉，哇，那个时候回老家吃那个肠粉，一天四顿，顿顿肠粉。我从早餐吃到中餐晚餐，然后再吃个宵夜，我还得要加蛋加肉的。肠粉是真吃不腻。欢迎小丢丢。肠粉我吃不腻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这个逼开了一枪不开枪了，这个死鬼，这个老顽童。
真正的肠粉它是用米磨出来的，是吧？要用广东的米，然后用那个米磨成浆，然后再去推去蒸了，然后它还有那个酱料它要搞得好。靠，下面那个 B 跟这个上面是一对呀。开个竞猜。石磨的我不知道，没吃过。其实我觉得什么磨的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它那个酱汁也好吃就行。肠粉一般都是加蛋和加肉吧，然后有没有加虾呀？有加两粒虾米应该是。会加虾米吗？会加虾米吗？会加两颗虾仁。正常是加蛋加肉，然后加两三颗虾仁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好吃的肠粉是真的吃不腻的，有些人吹的肠粉我吃一次我就不想吃了，因为他的肠粉太水了。那广东的米跟湖南的米磨出来的也不一样。爱情真是不堪肠粉一击。我记得我那会吃一份肠粉好像是8块钱还是10块钱，现在吃肠粉是什么价呀？加蛋加肉的，好像是8块钱，那个时候就是豪华，就是很豪华版的那个。我是加蛋加肉啊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应该是6-7块钱，7-8块钱的样子。他是吹一个，吹两张皮。你们那边是吹几张皮啊？他是吹两张皮，然后一张一抽屉里面是
加蛋加肉的，还有一抽屉里面是刷菜的。欢迎小豆。那我之前是两盘，我是两盘，我之前吃都是两盘，两盘是一份。你们去那个什么什么自助店里面，或者是那种茶点心里面的肠粉，我觉得吹的都没有那种路边那种店好吃。所以真正好吃的东西，很多好吃的东西都是那种看起来很 low 的那种店，但是那种店才做的好吃。或者是那种大排档里面的店，那个肠粉。真的呀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吃的一份肠粉应该是6块7块，反正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价钱，因为它是两抽屉，有些地方它是一抽屉的。有人，我先去捡张卡先。热身，懂吧，兄弟们？刚开播不得热个身吗？谢谢用户2534的办卡。不过我的龙没了，难受。
嘿嘿，懂事儿。快点补了，快点补了，兄弟！不补不补，就是不补不补，我补，不补。无情！你队友呢？快点补了吧！你队友呢？我队友在龙，我队友在那个龙之城，你去打的。丢，这屌毛补我的人头！谁让你不补啊？冲，兄弟们！不要给他机会。好，我要坐起来玩了，热身好了，我要认真了。开始今天的操作了啊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兄弟们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我要认真玩了啊！这个指套不是我的指套吧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耶，我的指套呢？欢迎婉婉，这把我将不再低调，给你们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立 flag 比较好。
哎，这打不死啊！来嘛！这个逼，他刚刚不是冒血了吗？他无敌时间，他没有亮光了，他没有亮光了，他没有无敌时间了，我才打他的，我知道他有无敌时间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舞龙的时候不要按成架，谁跟你说舞龙的时候不要？舞龙的时候，他在挥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打他是能有伤害的吧？放屁！我不信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等一下，我就一直舞龙，我看别人打我有没有伤害。出去冲点帽呢？怎么可能没伤害呀？他那个龙会掉了的。我之前舞的时候，别人舞的时候，我打他的龙，然后他就会自动弹出去。啊，不对。我手速快 ，Hello， 大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怕是个大笨蛋吗？打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来呀，打我呀，打死我，你打我啊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，
兄弟们，我真不信我这样子舞的时候别人打我是没有伤害的，我就不信有这个无敌时间。怎么可能啊，不可能的呀。声东击西，冲！Hello, baby. Wow, 好肥呀！他是不是回来报仇了呀？这个人。想回来报仇，这个人。东莞青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我杀过啊？不过好像是他衣服穿的太像了。还有个老六。征服了你个老六，为什么要当老六？
你怎么可以当老六呢？为什么你要当老六？老六，这把龙狮城直接完成落地14杀，兄弟们，直接把右边的兄弟们抬向天台。我他妈服了，我自己烧自己干嘛？兄弟们，我刚刚我是想跳在那个栏杆上面的，它滑下来，你们行吗？我本来是想跳在那个上面，踩在那个围墙上面的，然后它滑下来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它滑下来了，你们知道吧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就跟着这四个人跳，这四个人跳哪我跳哪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今天都别跑，哎，哎，哎，不是吧，不是吧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打死你！你下来，你敢下来，我就打死你！哎呀，
你还真敢下来呀、啊？都跟你说了不要下来，你还下来？你说你好好躲在上面，我不就打不死你吗？我又没有手榴弹。兄弟们，落地四杀送给大家。开局一辆车，装备全靠赚。落地一辆车，哦哦哦哦！年轻人，你不要搞偷袭啊，偷袭是不对的。我就这样子捂，我看能不能打得了我。我这样子的时候是无敌的吗，兄弟们？真的假的？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我也觉得不是。那直播间有老是有糟老头子老想骗我，真的坏，坏的一批。来嘛，舔一下嘛。
不舔的话，我就来打你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舔的话，你还可以在死之前舔个壳子。你不舔的话，等一下我就过来了吧。我的妈呀，鱼真多呀。欢迎暖暖，来了就别想跑了。老顽童，你别跑，老顽童。老顽童还舔我的盒。我要去报仇去。我要去山上去。
算了，近点有人，先把近点的人嘎了先。妈，这么多老六啊！干什么？赵给给！吼吼！哗哗哗哗！哎，狗杂，小有点小舒服。哎呀！你说那个 B 他会不会走了呀？已经，那个人的 ID 还记得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一把 AUG。哇！妈呀，我醉了呀，我怎么跳到水里去了？就这么刚刚好，我一过去，然后就他们就刚好下来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靠了，我真是醉了，我就不信，我就不信我拿狗杂吃不到鸡，都是假的，我就不信了。什么拿狗杂吃不了鸡，那都是屁话。我就不信这个鞋。什么屁话，拿狗杂吃不到鸡。今天我就要拿狗杂吃鸡，我不信。什么叫做我拿狗杂吃不到鸡，鬼来了。今天我就要死磕到底，今天我必要拿狗杂吃鸡，今天没有狗杂吃鸡给我通宵玩，玩到我拿狗杂吃鸡为止。我就不信了，真的是有这么离谱。开玩笑，你们在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们会坚信我拿狗杂吃不到鸡呢？你们就不怕我是在打窝吗？放长线钓大鱼？我不信，想看弹妹可以等十点后再来。这个逼跑得真快呀，这个逼。
腿就跑。我的妈呀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刚刚在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躲了，因为左边有个枪线，正常的话我应该会卡那个楼梯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个样，别跳吧。兄弟们，竞猜拉满，别野靠大海。本直播间每周竞猜天台榜和收益榜都是有鱼翅红包奖励的啊。看看我们直播间谁才是真正的赌神。
打把 DBS。溜了，枪不用，枪能打就可以了。先杀两个人机来压，来开开胃。然后再直接去下城区杀四个人，让我的背包富起来。这把我感觉到了，有那个感觉了。如果能给我一个黄弹衣就更好了，我需要一个二级血，但是我没有，所以很难受。吃四六四，唯五得心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哼，开玩笑，你瞧不起我。瞧不起谁呢？都跟你说了，我上过大学的好不？给我搞这个！
好好看，好好学，知道吧？学习技术。那死老头在上面装人机，坏得很，跟脑袋弦一样。啊不，跟我不一样。你在看什么？没看过靓仔吗？他下去了。抬走！我说了，我这把我要吃鸡，谁也拦不住我。这波先完成一个小目标，把巴萨的右边的小目标兄弟们抬向天台。再杀两个满编队，凑个16杀。谁打你了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打水友呢？你们说是吧，兄弟们？一看脑袋弦就不是会杀水友的人。
Find home.我一看就是那种会让你们杀的人吗？谁有遇到我，我肯定让你们杀个主播助助兴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可能会杀你们呢？那我肯定是牺牲我自己给你们杀个主播助助兴。其实吧，我觉得吧，你们最好还是名字后面加个大写的 O 小写的 V， 改成我求锤 OVO 那样子，那样子我可能还会怀疑我是不是杀了水友，然后我会自我怀疑，然后我又会自我愧疚。要不然我老是杀的这些人的名字，一点让我愧疚的心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这杀的都是什么人。你看要是远点对枪，对不对？远点对枪，我等一下对倒了一个 OVO， 我会想，哎，这是不是水友啊？那我还要不要杀他呀？算了吧，饶他一命吧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是吧？那要是别人倒了，远点跟我对枪倒了，那我肯定给他卡了。上面有个 B， 看到没有？What the fuck?
我不玩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哇，禽兽不如，真的是赶尽杀绝。你给我等着啊，记住你现在的所作所为。你在跟哥装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！你在跟哥装什么？你非要装备干什么？哥说了，哥会报仇的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非要堵我的桥，你真的是。兄弟们，他们死了吗？跳灭队了没有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尊贵的玛莎拉蒂车主。三个人，那就还有。妈了个巴子，他队友把物资全填了。
遇事不要宽。你说那个人他能进圈吗？我都感觉他是不是偷偷进圈了已经。四个人，三个队，哎，没油了。四个人，三个队，三个人，两个队，有个独狼，一个双人队。一个双人队，我感觉那个独狼应该是那个跑毒进圈那个屌吗？这个圈挺难受的。我前面应该是有人的，我前面应该是个双人队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前面应该是双人队。还好我有这个吉普车给我挡着我的右手。那我左边应该是有个独狼的，哇的妈呀，这个拳刷的真醉了。
还有一个是不是在飞机里面呢？声东击西。哼，我是圈，这就鸡了呀！这不吃鸡的话，兄弟们，我直接明天我就直播剃光头。我说了，没有人能让我剃光头。吃鸡！你们看我屌吗？谢兵哥的办卡，这波十九杀吃鸡送给各位观众老爷们，看得过瘾，看得刺激，没点关注订阅的小伙伴们可以把右上方关注订阅点一点，咱们在微信电竞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点关注哦，咱们还差那么几十个关注就23000关注了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，能十次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三个左边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兄弟们，没有送荧光棒的，记得把背包里的荧光棒小礼物赠送一下，续下牌子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跳龙狮城吧。这个歌怎么这么难听啊，这个歌。3D 环绕的。这把我要捡狗杂，我要用狗杂吃鸡。
全场第一个死亡，这都没死，哎呀，我的人头。你想干嘛呀？躲在石头那里。你打我呀！嘿嘿，气死你！咚咚咚呲大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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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青山脚下花正开。火辣辣的歌谣是谁呀、啊、谁知道，一路边走边跳才是最痛快，我们要唱就要跳着最痛快，我是那天边水妹的云彩。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嘿，这个狗东西我能让你跑真的是。打了我还想跑，门都没有。你能跑？开玩笑，兄弟，你是跑不掉的。让你跑了，我多没面子啊！是不是？
哎，这惯性好烦啊！这惯性老给我弹下来。我需要枪口。